我叫秦瑞星，是土生土长的苏州阳山人，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，以后呢学习工作又在这个地方，因此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感情。我的研究对象一种是书法，还有一个就是文史，而且我的文史的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本土文化，尤其是阳山文化。那么我呢把两者结合起来，就是书法书写的内容围绕阳山文化，用书法的形式来表现文化底蕴很深厚的这个地域文化。那么多少年来，我的书法、我的文史，我感觉为了《阳山文化传》给了我多少的那个启迪呢？第一，我感觉这是提炼了我的精神境界。我感觉了一个人活在世上要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你把自己的智慧，你把自己的学养，你把自己的一种精神都奉献给这块土地上，你能得到自己的精神上的安慰。所以一个人不求回报，就求心灵上的一种满足，自己精神价值的一种体现。阳山呢，它古代啊叫秦余杭山，它西边呢是烟波浩渺的太湖，东边呢是源远流长的古运河，它在两水之间是一道绿色的屏障。从古到今啊，历史上不少的人们都到过这里，特别是明代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吴宽，称阳山为吴之镇，意思就是这里文化底蕴十分深厚，是镇得住吴地的一座大山。阳山文化非常的深厚，它可以分为好多方面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佛教文化。阳山的佛教文化是谁传播的呢？话说在东晋时期啊，这个河南陈留那个地方呢，有一位叫做知顿，也叫知道林的一位青年的僧人，他呢是25岁出家，他出家的第一站就是我们苏州这里的秦余杭山，当时叫余杭山。那么他到了这个余杭山以后呢，就在山上啊建了一个寺庙，叫做文殊寺。
自从知顿和尚开辟了文殊寺以后呢，这里香火很旺，传说啊，这上面的房子啊很大，有5048间，就是僧人呢要上百位。那么当时的寺庙啊，从山上一直延伸到山脚下。那么山脚下呢，它不仅有文殊殿，还有一个叫做天狗庙的土地庙。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个天狗庙其实还有一个来历，因为阳山的山神呢是二郎神杨戬，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眼睛的三角的眼，二郎神是这里的山神，保护这个阳山地区的，所以当地的乡民在烧香拜佛的时候是两个庙同时拜，山上文殊殿，山下天狗庙。这个寺庙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呢衰落了，那么到了这个2008年的时候，恢复阳山的文化古迹提上了议事日程。我呢当时在这个政府部门这个党政办工作，那么领导上呢就交给了我这个任务，说你要专门从事阳山文化古迹的这个恢复这个工作。那么我就向领导提出，我说要首先要把这个文殊寺恢复出来，因为文殊寺的历史很久远，1600多年了，如果恢复出来，这将是阳山文化这个发展的一大盛事。那么我就从那个史料收集开始，后来把史料收集好以后呢，做成规划，然后呢做成批文，我们就在2010年就开始这个招标。招标以后呢，好，这个工程队就进来了，然后我们建设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，到2012年的4月28号，文殊寺就落成了。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，那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阳山人，我目前所做的工作还在这个围绕阳山文化转。